大家好，我是冯大师的老万。相信大家已经收到了我们所有的烤箱以及我们烤箱的每一件零部件了。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每一件零部件的功能和使用说明。第一件事情，你收到我们的烤箱的时候，会有7.5公斤的木炭已经在了，它是7.5公斤的木炭，然后有引火的蜡丝，它都在这个烤箱的附件里面，我们把木炭加入就可以了。烟囱。热量的引流装置，这是附送在烟囱上面，只要装上就可以了。烧烤牛排的烤盘，把它插入，打开烤箱以后插入它的盘架的层次就可以了。这个手套也是附赠品，在使用过程中间，请大家一定佩戴这个手套，注意安全。下一个也是手套，这个手套可以耐到600度的高温，在3分钟之内，你可以承受600度的高温。希望大家在使用过程中间注意，人身安全。刚才的木炭。它是用来夹木炭的，用它来夹木炭。在夹入木炭以后，或者在木炭燃烧过程中间需要一个火力平衡，希望使用这个耙子来平衡一下。网盘的清洗的钢丝刷，两个牛排的压板，我们只发送了一块给您，那么有圆的和方的，我们会随机发送。如果你有特殊要求，可以致电告诉我们选择哪一款。在烹饪过程中间需要一个夹子，它是用来夹牛排的。这夹子很好，它可以收起来，也可以关住。送了一个烤禽类的一个烤盘，把禽类鸡鸭可以放在我们的烤箱里面进行烹饪。这个装置也是随机发的，它是一个烟熏装置。我们的赠品里面有这个果木的木片，放入这个烟熏装置。如果你需要很长的果味的烟熏的效果，那么可以把它浸泡在水里。这个不是放在木炭里面的，是放在我们的烤架上面。我们测试过了，它是在90到120分钟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果木的烟来熏烤食物。这是在使用过程中间最基本的一些设备。另外，我们给厨师也赠送了一顶帽子，希望烹饪我们烤箱的厨师能佩戴我们的帽子，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也希望你能有一个杯子去喝一杯咖啡，来享受我们的烤箱生活。赠送了一块喜马拉雅盐，这个盐是配合牛排使用的，这是拆过包装的，这是没有拆过包装的。那么希望大家能使用我们的喜马拉雅盐来配合你们最完美的牛排。送了一把小刀给厨师，它可以做一些香料的一些撸煮的工作。好，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烤箱的设备，希望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希望来联系我们，谢谢大家。哎，大家好。这是我们 T100 型的 charcoal oven， 那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安装的说明。第一件事情，烟囱在附件里面打开，把它放上去就 OK 了。第二个，第二节的这个它是有一个防火的这个装置在上面。OK， 烟囱已经安装完毕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安装我们的牛排烤盘，根据你的需要进入相应的滑道推进去。OK 了，在烹饪过程中间，你会使用烟熏棒，烟熏棒的位置是放在角落里，任何一个位置，只要不影响你正常操作就可以了。在烹饪过程中间，我们随机附送了一个烤盘的夹子，夹住它，拉出来。手套可以耐高温，可以用，但是夹子是保护你的安全的，一定要注意。另外，我们赠送了两款鱼骨。牛骨的一个烤串的机制，它可以一块一块的去烤，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赠品，可以放在里面去烤。然后开始引燃蜡丝，然后关闭烤箱25分钟。25分钟以后，烤箱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饱和的燃烧程度。之后在使用过程中间，切记一定要使用手套保护大家的安全。谢谢大家。